全国个人桌球锦标赛是在彰化市社教馆举行，其中男女组单打有200多名好手，男女组的双打有100多名选手，分6个场地进行比赛。男女混合双打冠军台北市的许逸峰和台北县的杨碧荣，男子双打屏东县包办了冠亚军，女子双打冠军是彰化县的林白举和姚玉兴。男女组的单打有许多年轻的后起之秀，表现非常精彩。全部的比赛在今天中午颁奖闭幕。